pressing 4-3 here. Oh, that's good. That's a good fingering. Now, this one you're gonna use 5. You have to use 5. Yes. Painful. Why not? So again, from right. And then. 那你就特别特别好了。那我问你，儿童乐园他去不去的？去啊。儿童博物馆他去不去的？去啊。电视还看不看的呀？看少一点。菲儿还去不去的呀？去。旅游还出不出去的呀？少去。书还看不看的呀？少看。看还是看是吧？看。学校的那些活动还参不参加的呀？参加。网球还打不打的呀？打。朋友的生日还参不参加的呀？要是那天把那些任务完成了，能去参加。那你每天的任务，钢琴是弹多久的呀？对啊。这是多久？30分钟。那你以后钢琴的水平想像朗朗那样子的是吧？差不多吧，要是能的话。两个小时你就想像朗朗那样的水平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？确定。你以后还开不开钢琴学校了？还呀。还当不当钢琴老师啊？当啊，还当钢琴校长呢。那你自己都弹不好，你怎么当钢琴校长的呀？自己哪里弹不好啊？那每天的目标是两个小时，那你现在实际每天弹的是多久啊？ I don't know, it depends. 正常大部分是多久？你告诉我。大部分我也不知道啊。大部分两个小时是没有的吧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嗯。不知道是多少。只有几天有两个小时，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两个小时。没时间跟你聊，拜拜。